大家好，2020年是鼠年，在鼠年，你有什么新年愿望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说我的新年计划和愿望，好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我很喜欢数学和中文，所以我希望学好数学和中文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还打算多读书。为了身体健康，我想多吃健康的食物，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除了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我还计划每天做运动1个小时。这是我的家人。在新的一年，我想为妈妈做早餐。我想为爸爸买礼物。我还会帮妈妈打扫房间。我也计划和家人一起去旅行。这是我的好朋友。在新的一年，我想和朋友一起去购物。我还想和朋友一起吃披萨。好了，这些就是我的新年计划和愿望了。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？